好了吗？嗯。乐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要说我想说晚安，我想要说晚安。好，你把打开书看，我想要说晚安。啊，漂亮哦，哈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山羊。这是什么？乐乐。这是乐乐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月亮。然后这是什么？仙人掌。然后是茅草屋，狗狗哦。这里面乐乐喜欢什么？乐乐喜欢狗狗吗？还是山羊？啊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啊，边会边讲故事给你听。来，慢慢打开啊！哇哇，绿色的耶！哇，我想要说晚安。哇，这是乐乐吗？乐乐，这是你吗？乐乐，这里面有几个茅草屋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哦，你喜欢这一页哦。乐乐喜欢哪一页啊？好，慢慢翻。你，然后这里面有几个大树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树哎。然后你看这里面有几个人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八九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。等一下，妈妈会不会越数越多人？啊？不是哦，啊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七个。哦，你看这面是什么？这是小狗哎、欸，这是猫咪啊！猫咪跟狗狗说：“乐乐吃饭饭啦！”啊，来，我们再画下一页。哦，乐乐最喜欢这一页了哈。非洲大草原上有一个村庄，这就是一个村庄哦。哦，好漂亮哦！啊，村庄有几个茅草屋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三个。哦。这一个最大吗？哪一个最大？这个最大，然后这个第二大，然后第三大、第四大。哦，乐乐在哪里呀？乐乐在这里，乐乐被狗狗吃，狗狗在吃乐乐的屁股。哦，狗狗在吃乐乐的屁股啊。哦，狗狗我们在吃乐乐的屁股啊。对呀，那乐乐吃一口。哎呀，不吃了，快点啊！妈妈倒垃圾了，吃一口。哦，嗯哼，不想吃。好，拜拜。你不录的时候他就吃，你录的时候他就不吃。